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比尔·诺德豪斯。诺德豪斯为气候变化的经济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1972年合著的《增长过时了吗》一书中就对经济发展的本质提出疑问，认为自然资源的破坏和人类健康的受损没有被传统的经济发展指标考虑在内。他1992年的论文《控制温室气体的最优过渡路径》更是为后来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建议。保罗·罗默更是所有大学一年级经济学生都熟悉的名字，他1994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的起源》是所有宏观经济学生的第一课。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源、创新能力和知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消耗自然资源、依靠投资拉动需求等外因并不能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都看到了对自然的剥削是不可持续且危险的，长期的经济繁荣必须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甚至是子孙后代可以平等享受自然资源的权利。经济学家的理论往往在获得诺奖时已经层层渗透到了不少人的常识中去，也许有点难想象他当年跳出盒子思考的经验程度。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相对年轻和经验的经济学建议。瑞典在过去几年容纳了大量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由此带来的就业、犯罪和文化融合问题给瑞典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经济学家指出，瑞典人出于人道主义救人于水火，但又不愿把自己的税收长期花在难民身上，也没有能力长期包养源源不断来自中东的难民，为什么不开辟一个难民自治区呢？让难民和希望开发这里的商业机构自己来建设。这位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想法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来自于非常成功的案例。战火纷飞和政治动荡的20世纪，有大批来自中国内地的难民涌入了一个并不属于英国的自治区。这些难民无法支配英国财政收入，也不享有英国国民待遇，但是这个地方有比英国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鼓励投资和自由贸易。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难民和外来的资本在这里建立了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最繁华的城市香港。在我们迅速批判这个建议种种不现实不可比之前，让我告诉你，提出这个建议的经济学家正是今年诺奖的获得者之一保罗·罗默。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往往能在最棘手的问题里发现我们如何能够利用人最本能的动机，不仅去解决问题本身，甚至还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虽然大多数时候世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和理解他们的洞见。感谢收看忍者 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 忍者 ATM。